细细品读。生活像一部电影，从不完结，也没有结束。三、二、一，抬头。喜欢武汉，不仅仅因为它是我的家乡，更因为这里有着电影般梦幻的生活。荧幕是舞台，生活中的舞台也总是无处不在。在武汉，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。是历史选择了武汉，还是武汉成就了历史？光影的长河，总有武汉的浪头掀起，以每秒24帧的速度奔涌，诉说戏里戏外的高歌与平凡。黑白交替，光影并存。每个瞬间，独一无二。